三升旗的时候，副主任说，主任也不想欢迎你们，把你们在厕所里面丢碗丢筷子。啊？你在哪里丢？啊？在哪里丢？厕所里面丢碗丢筷子，主任也不想欢迎你们啊。那你们吃的那些东西不太好啊。可以跟学校讲啊。到底吃的什么东西？好可怕啊！我的手机是这样啊。在我这啊。我要架手机。你要架手机干嘛？滑。你还有时间可以滑？明天、后天跟大后天要断考。那、你们老师没有叫你们不能玩吗？有，他有说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那个想玩的真的受不了的可以举一下手，我举手了。你太没有出息了吧？我真的受不了。然后我想你当年大甲拍照拍火，然后突然叫我这边撇。对。好糟糕哦。好危险。好危险哦！怎么可以往我这边撇啊？撇一下，世界差点都变黑白了。我现在推你，我世界已经黑白了。自己骑还是看我干嘛啦？干我退那么久了，为什么放掉了？让我休息一下吧。哦呦呦呦呦！嗨，你好，我是洛克。非常。我们今天来到那个龙旗。龙旗要干嘛？龙旗要骑那个新玉门关，听讲像新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新玉门关没有啊，这是讲新化玉井，然后关庙跟内门，这叫新玉门关。哦。对对，全长呢70几公里，爬山呢700多公尺。哎，那很陡哎，我不行啊。你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哦，你要推我78公里是吗？下坡不用推啦，下坡也要吧？不要了，下坡推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现在时间是6:30几分了，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竞赛组已经出发了，啊，好快哦，对，超快，就唰一跳就出去了。挑战组呢是7:00左右吧，6:50会放行，那我们就跟在人群的后面一起出发，好，走吧。好了，走了啊，挑战组也出发，我们走吧。没有，我要后置哦，最后一个。7:00，挑战组的放行了。然后今天的距离呢，78公里，爬升了700，应该是不会太远，太辛苦。我最辛苦应该就是今天要推黑糖，挂大盘得踩轻一点，踩不动了，爸爸推推。才刚出发200公尺。是哦，你刚出发，你在里面被认出来。是，现在一路都是下坡啊，从龙旗下坡到关庙。啊，对啊，很舒服哦。好累，我想回家了。还玩狗吼？不行，我今天请你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。哎，你知道猪就是养肥要杀吗？说白。今天就是杀猪的时候了。旁边那个是准备要输赢，买太多东西了吧？下坡啊！我想哇，好屌啊，好壮，好勇哦！到时候还回来的。妈妈二腿我没关系。前面啊，再3公里吧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为什么还在录？因为你在爬坡，我就舍不得关掉了。这个睡觉啊。补给站到了，进站了。
是38公里，738，对，所以目前呢进了第一个补给站，不知道会不会是唯一的补给站。我只觉得这补给站好远哦。对，有点远，而且呢目前看到只有水、香蕉跟橘子，还有苏打。我们结束再讲好了，目前先不要下评断。没有听到。拍我，就在拍你，没空。拍我，闭嘴。这个是那个板豆呀，那个是饮料店啦。板豆仔哪里？那是饮料店啦。真的吗？好，前面又有一个机会哦。哦，好想买哦，这个板豆的很赞哎。最后的15公里，14吧，不远了，不远了。等一下是不是到了？不大啊？不知道是什么？不大，那不是到了吗？不是吗？没有那么好看。区间测试的终点，区间测试的终点，是我生命的终点，快喘，都喘不过气了。不是说你没事吗？我有事。我香肠，我靠，原来它的补给点全部都放在终点。我喜欢这样子，我这样好，这样好。虽然它的，虽然我骑很慢，但我还是回来还是可以吃到很多哎。它补给站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重点是回来。对，回来分公主尝尝，比较重要。蛋糕，没错。还有什么米粉炒面吗？然后还有贡丸汤。还有鸡瓜水罐哦。果然是内门啊，这边有那个中破塞的故乡内门，这边用半桌的方式。对啊，刚路上的已经对在半桌啊，这方式不错，我觉得很可以。我想去装薯条。好哦，好，我们回到现场了。对，我被骗了。你被骗了？为什么？多100爬升，好不舒服哦。总共爬多少？800，好不舒服哦。好啦，稍微运动一下嘛。我现在手还拿着机器，我已经快要手举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举。不是不举，手很酸，不举，一直推你，不举了，闭嘴。这样骑了多久？不知道哎，好像有3个小时。7点开赛吗？对，7点开赛。我们回来应该是10点多一点。那我骑很快，我推很快，我骑超快了，我推超快，骑超快的，我推超快。啊，我自己能力比较多啊。好了，你最会讲了，那必须的。好了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有点小小抱怨，就是我觉得怎么补给站那么寒酸呢？对啊，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哦，好赞哦！重点是在终点的饭桌，香肠、薯条、饭、面、汤、鸡蛋糕，对，还有粥，什么都有哦，超级丰富，难怪会办到第五届，值得推荐一下。而且路况是不难骑，不难骑啊，它就是不断的海波浪，冲然后下，冲然后下这样。我需要电。需要电吗？人力电补。我需要力转电。哦，电力人补呀。很久没让你出来参加挑战赛。虐童。你已经不是童了好吗？虐成年人。啊，虐我自己吧。那你出门我没有好处，到哪里去好不好？给电没？我哪里有好处啊？还要顾你。你好处啊？你哪里好处？我哪里好处？你跟我讲。要到我慢慢关爱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。那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赞、分享。
我们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